慢点了。我有点怕，我感觉我不会开车了。不是一样的，只是说那个位置，它车大一点点而已嘛。太久没有开了，主要是。嗯，慢点。可以了，没问题了，就是这个衣服有点紧，就是这样啊。嗯。但是这个看点我不太会看哦。就跟你那个车差不多了嘛，它只是说大一点点嘛。嗯，好了，懂了。嗯，前面拐弯了，你看两边车哦。我现在只顾着唱两句人的，搞得好像我开过车一样哦。真的？哦，怎么办？大拐弯灯，上坡吧。上坡干嘛？上坡那边上去就不用掉头了嘛。就从这边走。都行。明明路就在这里，为什么要上坡呢？慢点了。好帅哟、哦！坐得太高了。这还高不高啊？后面坐外面调好，坐得不舒服。好、哦、啊。第一次。感觉轿车还是好开一点。这个就是视眼广一点，视线看得宽一点。哦，能看得到别的，就是比较大一点。对。哎，以后我终于可以坐上副驾驶了。昨天开了几个小时车，开到吐是吧？是啊。我这个方向盘感觉手感不好，放这个不好。放这个它不会打滑。这个保险买的多少的？全保的。那个保时捷碰到了有没有问题？嗯，他没问题，你以为你有问题而已吗？你应该只有他没问题。奔驰宝马碰到应该是没有问题。你他没问题，你都是有问题的。这个点我不太会看。终于轮到我坐副驾驶了，怎么样？这个感觉怎么样？爽不爽？你说。只是别人开吧，我觉得挺爽的。你开，我心里比较紧张而已。那不是因为你平时都是你开车，搞得我都那个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开车了。生疏了。对呀、啊。小弟在后面发不发抖？抖那个是不正常的，怎么说我也是个老司机了是吧？没有怎么开车的老司机。女司机肯定是有点好玩的。那开什么玩，向那里下去走路那也不行。相信我姐的，就是你要相信知道吗？女朋友都不可以信，但是你姐永远都是可信的。那肯定的。不要太靠那边喽。我们倒不紧张，我们怕你紧张。我不紧张哎，最多就是蹭了刮了。这个路那么宽了，不怕了。就是啊。村里面看我们村里面。掉头可能有点困难了，我不懂这个车那个尾巴那么长。掉头到前面哦。前面那里对。慢点了。要往前一点掉应该就没问题了。可以，这个位置可以掉了。对，这个位置就可以掉了。只要你的大后镜过超过那个掉头那个位置，你就可以打死都没事了。哦，这看来这个有师傅教是不一样的。停车他那里可以自动泊车吗？那里还没有自动泊车的，没有外有线的。那我停的有点够呛哦。慢点，靠边点，慢点，慢。对。它这个点是看哪个位置？再过，可以，再往前，对，打直。它这个点我不会看。在这里，就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旁边来的有50公分宽够了。哎呦，我想按这里，我以为是我的那个车，怎么样？这个是哪一个是停车档？挂到最前面去，对。前面是停车档。嗯，然后呢？对，勾起来。勾起来。
好吧，就给了。放他车，放他车，把窗给上了。对，就给了。这个教练要不要学费？嗯，熄火。教练要不要学费？可以了。OK。怎么样？标准的。嗯。这个学徒怎么样？明天我们去西藏哦，你开车。西藏。你出油费吗？你负责开，我可以出油费。嗯，钥匙呢？你拿着呗，放拿着呗。确定那个后，后门没关紧。你都不看前门还是后门的？都没有。用力一点点，不用帮他心疼车，可以了。还不帮他心疼车，我都是。我们现在。轻拿轻放。轻拿轻放，我们现在去送货，因为现在快递那边没什么人上班，我们只能自己拿过去送。刚打包完。还有两件，那个是送给粉丝这边的，拉过去那里给了就得了。嗯，今天中午没送完。嗯，感觉你的车比我的车好开多了。有吗？对呀。那你那个给你开喽。我觉得还是副驾驶好坐一点。我觉得后排最好坐是后排，真的后排最好坐了。嗯。我觉得后排不行，后排它的这个那个反应它不是特别平稳。没有啊，后排真的很舒服的。之前不是炮哥开过一次吗？嗯，我坐过后排，就那一次而已，后面都没有了。哪里？上次还有谁？谁？还有谁摸过我车？还有谁开？还有谁开过？然后你坐后排？就炮哥嘛。真的假的？就他？就他一个人开过嘛。就那时候我跟大哥坐在后面嘛，对，你们就是他开的嘛，去你们那边，那时候说卖什么东西，卖龙眼还是卖什么东西，还什么月饼的时候，记得了。今天弄了一天了，就这么一点东西，因为之前在那边发有一些漏发的，我就补发去，搞了一天。哦，明天芳芳他们家挖芋头的，叫我们过去。明天挖芋头啊？嗯，可以啊。明天中午吧，早上我要办点事情。明天中午。可以啊。不是很多朋友都喜欢吃那个芋头吗？我们再卖一波。年底芋头好卖。嗯。真的，年底芋头人家都拿来做备着扣肉，过年过年吃扣肉。我想把它就是上两种。一种是整个新鲜的，一种是切片，切好片的。可以啊，切片的我觉得那个还好一点。嗯，人家回去打开直接蒸，对对，不用削皮。嗯，而且不怕它坏不坏是吧？是啊。因为那种芋头的话，我们之前放的时候，有时候也会有个别是坏的，长在地里面嘛，它外表又看不出来，是不是？嗯。那如果切片的话，那就都是好的嘛，是吧？现在天气冷，不怕。我看到大哥叫拉饲料。拉饲料。前面。饲料。旺财天天去他那里吃饲料。叫我买了。简直。在哪里啊？哦，应该前面吧。我都忘记哪一家了。我也不记得，之前有看到一起拉买过。是铁门的。我觉得我弟来这里是一波三折，又是感冒又是拉肚子，没办法，那个拉肚子真的没办法。昨天我们在路边吃了个炒米粉，我们三个人都拉肚子，应该是自家。是啊，我知道这家，我要叫他装车呀。我没有外套，要不要等一下给你买件外套？后面那个。啊。要不要买件外套？随便，我觉得顶得住。随便。随便就是，其实心里很想要，但是呢又不好意思说。没有吧，随便吧。那我之前给你买那件呢？不拿去洗衣机洗了。我剩下那几件都在家，我不想拿了。等一下路过那个店给你买一件，好吧？外套不，我觉得买一件长袖吧。然后买一件长袖的，里面的。他这是要四包是吧？对，四包。没有外套，你穿这校服太薄了。可以的，我里面穿件长袖。等一下去看一下吧啊。